师长，让我们把咱们团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连队调过去，就是负责警戒任务。任务结束后，用汽车把这些资产全部拉走。团长，你早应该跟我说呀！该你知道，你知道；不该你知道的，你只有无条件的给我服从命令。行，这事我错了，你处置我吧，反正你看我也不顺眼，你毙了我得了。 哎哎，吴王，团长，别拦着我，团长！老子今天非毙了你不可！团长，别拦着我，毙了你个够日的！你犯的这个错误，毙你十个来回都不为过。听见了吗，沈连长？团长，今天的事情回去以后，不允许向任何人讲。 是，团长，我要不是怕鬼子把你毙了，我他妈才不回来。给我回来！哎，回来！团长，听见没有？团长，这小子，团长，来，给我喝水。这个混蛋！你一天说这个川菜这好吃那样好吃。 你给我们做上两道菜尝一尝，是不是？就是嘛。你想做啥子？盐水鸭。盐水鸭？你这样，你给我来一个梅菜扣肉。哎，我知道一道菜，香飘八百里呀，好菜呀，好菜呀。那啥子菜啊？油炸臭豆腐。 哎呀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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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说的这些菜啊，就跟那个猪肉炖粉条，那个羊肉泡馍是一个档次的。这个一说还能抬低了，我做不得。不过听你们这么一说呀，我对我们那个川菜天下第一更有信心了。哼，说了半天，说的不是你啊？啥子？哎，感情是个冒牌的，吹牛，总是吹牛。我吹啥子牛了？ 我们川菜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哦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给你们做一道我们川菜最正宗的麻婆豆腐。哎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哼，好。哎，我那次去在哪里啊？想知道吗？告诉你啊，你去看你的背包，就在里面呢。真是。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咋的了？小四川，我跟你说一句真格的啊。 上战场打仗，这个军靴一定是要穿的，甭说踩到什么地雷，就是踩颗铁钉，把你的脚搞破，得一个破伤风，都会要了你的小命的。这是老兵的经验，晓得吧？哦，晓得了。谢谢你哈，老兵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一下啊，以后啊，你不要随便乱动别的东西，这样不规矩啊。 这个小子，你说啊，怪头怪脑的。哎，老徐，我觉着呀，他不是不喜欢穿军靴，而喜欢穿草鞋，而是啊，军靴里面有故事啊。你说呢，连长？是不是？ 秋莎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慧，我是来跟你送照片的。那天慈善会上，我给你们这帮小姑娘每个人和谢团长拍了一张合影。真的？你看看拍的怎么样？真好看，谢谢你，秋莎姐。哦，这个多少钱呀？哎呦，小妹，你这是诚心讲闲话呢。 谢团长他们为了国家连命都不要了，替你们和他拍张合影留作纪念，我还能管你要钞票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谢谢你，秋莎姐。谢团长他可是真正的大英雄，猛虎团的军人个个了不起，我一直想去前线做采访，可惜困难重重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你认识万清银行的总经理顾野舟吗？
他是上海慈善会的会长，我算是他的部下呢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他一定有办法让我去到前线的。那你赶快帮我引荐引荐。没问题。谢谢你啊，小妹。团长，团长，参谋长，师部派人送来一份急件，让你看完后酌情处理。让我们枪毙石长庆，你打算执行命令吗？这个命令先放在这儿吧。隐藏在教会那笔药材找着了吗？都已经拿到了，我们正在想办法送到顾金大厦。啊，自灵西报的一个女记者说要去战地采访，想请你帮个忙呢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秋莎。秋莎。我是自灵西报的高级记者秋莎。您是我崇拜的英雄，我想对您做个专访。老顾，现在英国人把整个苏州河岸全部给封锁了。我们的问问团也无法进去，这个秋莎给英国人联系密切，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他和方参谋长取得联系。小慧，秋莎小姐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她说她早就想见你了，所以我今天把她带来了。嗯，就在吧台那边等着呢。请她来啊。好。小姐，好，你去吧。嗯。团长，今天这一仗下来，伤亡又增加了。是啊，情况很严重。药品还能坚持多久？像今天这么打法，我看最多坚持一天。那得赶快搞药。好吧，我想办法。顾先生，认识你非常荣幸，卢小慧小姐对您可是赞赏有加呀。是吗？我有这么重要吗？您在上海滩鼎鼎大名，我一直都非常关注您的。秋儿小姐，你对我还了解什么呀？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，归国后效力于摩根财团，而且热衷于公益事业。想不到秋莎小姐对我这么了解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我可是有备而来的，我非常愿意结交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。谢谢谢谢。对了，刚才听卢小慧小姐说你想去前方采访，我感到很好奇啊，你干嘛要冒这么大的险去前方采访呢？顾先生，自淞沪会战以来，我一直非常关注战事的发展。说实话，我非常崇拜谢团长，所以我很想去前线采访他跟蒙古团，就他们的英雄事迹做一个全面真实的报道。我觉得谢团长真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男子汉。是这样啊，
秋儿小姐，这个忙我一定帮你。谢谢，顾先生。国府仅留一支孤军，死守贵金大厦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不是让他们白白牺牲吗？我真的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。不瞒你说，其实我跟你一样。 也是一无所知啊，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够到前方采访以后，把这个详细的消息传达给我。我听到一点风声，说这好像跟政府在上海进行的一个秘密的工作计划有关。秘密工作计划？什么秘密工作计划呀？好像是一个叫。 叫同工作计划的，同工作计划，什么内容啊？就是有关什么银行啊、金融方面的。那是不是跟增拨军费支持抗战有关系呢？啊，有可能。其实小姐，这还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可能性呢？ 比如说，我还听到一个说法，说贵金大厦好像藏有什么？哎呀，顾先生，今天明明是我向您来打听新闻背景，怎么现在反过来变成您采访我了？秋儿小姐。 因为我跟你一样，我也对这个计划非常的感兴趣。那我们更要密切的合作了。那当然了，来，秋儿小姐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当然可以。 来了，胡律师，我给高一点吃来。说点吃的，小四川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做几个川菜啊？就是的嘛。哎呀嘞，那个三天之内啊，我让你们吃到我做的那个麻婆豆腐。三天？嗯，在这炮火纷飞的战场上，你要给我们做正宗的麻婆豆腐，你梦游呢吧？ 三天之内要是做不出来，你就是银枪洋辣头。银枪洋辣头，你们走着瞧喽，啊！我走了哈。连长，三天你说他能做出来吗？我看悬，不过也没准儿。 秋儿小姐，今晚的认识你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希望有机会我们能再见。顾先生，要不您先行。哦，您误解了，我一会儿坐 taxi 回家。哦，那是我的车，要不我送您。哦，这不用了。秋儿小姐，你看，你我住的不是一个方向。再说，我今晚还约了朋友。那好吧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好吧。 请吧，老顾，情况怎么样？我一直盯着他。 就他一个人，没有尾巴。乔姐，这个秋杀不简单呐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有更多的了解？
其实，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到战地采访，而是为了同计划。同计划？那他为什么直奔你而来？他是想从我这进一步的了解关于同计划的内容。难道你看出苗头来了？那倒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邱沙在新闻界还算是一个资深的记者，他的人脉关系非常广，将来对我们会有所帮助的。咱们走吧。元宝，干嘛呢？哟，小四川，你这是真的要做豆腐？当然了，免得有人说我吹牛皮，说我是那个银枪养烂坨。别阴阳怪气的啊！那个李子，你说这个黄豆马上要泡好了，你马上就要吃到我做的麻婆豆腐了。别麻婆了，叫豆腐吧。你要是真能做出来，我就手板心煎鱼给你吃。太好了！不，你说啥子？手板心煎鱼给你吃。我要是做出那个豆腐来，你拿手板心给我煎鱼吃。对，你说话算数哈。当然。哎，兄弟们，大家听好了，一个能做豆腐，一个能手板心煎鱼，两个我们都要吃。静一下哈。那个吴连长哈，那就一言为定了哈。好。我给送哈，连长，连长，郭大夫让你去一趟团部，都别闹了，大家，解备。是，连长让你忙哈，你走得巧了。多会儿先接你，好好打鬼子，什么吃的咱们都会准备。好的，打鬼子，打鬼子。你泡豆子干嘛？打鬼子。我要吃那个手板心煎鱼，我得先泡黄豆。都到齐了吧？现在抓紧开会。诸位，今天的战前布置会由我来主持。据侦查，小鬼子又要发动新的进攻了。在昨天的激战中，一连和二连伤亡很大。我命令一连和二连撤回主阵地，三连负责外围左翼的防守，直属连负责外围右翼的防守，跟主阵地形成个犄角之势。吴连长，到。有问题吗？让我想一想。你想什么？就你们连人多，武器又好，还能有什么问题？那就没有吧。好，坐下。三连长，史长庆，你有问题没有？说话不好使，团长呢？团长和参谋长看望伤员去了。怎么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三连打得最惨烈，你硬要派我们上最危险的地方，让我们去送死啊？错，这纯粹是战术安排。让开！哎，你不要去动我！不送命令！长庆。这个人太不像话了，团长，我问你，派我们三连去外围左翼作战，是你的主意吗？刚才的命令撤销。二连，到。守右翼。是。三连，到。撤回大厦。直属连到外围，守左翼。是。团长，不用你开恩，三连没有怕死的。现场到。
走。是。哎，干什么你们？啊？干什么？就是执行命令是不是？国副团长。团长。好了，各自回自己的战斗岗位。是是。坐。我们三连怎么总干这种受死的活儿？嫌咱们三连命大呗？什么他妈硬骨头都我们三连啃？老子不干了！行了，不都已经答应了吗？既然答应了，就把这事干好，干漂亮。我就不信了，妈姓郭的还能把他们弄死。今天晚上把他们三连撬下来。团长，如果都像他这样，部队还怎么带呀？不是我背后说时长，上次开会就这样，这次又来了，你说他把谁放在眼里了？你就这么护着他，战场上他一定得出事儿。你要是不信呢，咱们走着瞧。团长，日本人又派信使送信来了，又想休战一天。这还是阴谋啊！怎么样，你还想让他们把伤员运走吗？他们可以运伤员，但是在运伤员的时候，通知我们的连队提高警惕。团长，你太大方了，怎么能让他们把伤员说运走就运走？这小日本，他们已经派他们驻上海的总领事亲自找到了英国人，向英国人施压，不让市民后援会给咱们送给养，尤其是咱们急需的药品。这工部局为日寇的淫威，已经派营军封锁了所有通往闸北的道路和桥梁。咱们现在是伤员运不出去，药品运不进来，我们的伤员都在痛苦中煎熬啊。团长，谦谦君子，可防人之心，我们不能没有啊！你这样，守天，啊，你叫你弟兄把炸药都带上。要那么多炸药干嘛？去老阵地。那可是鬼子前沿指挥所。指挥所什么多啊？指挥官呢？对呀，我们今天就把他老窝给端了，看他怎么指挥。好啊。团长就好玩这种突袭的把戏，我今天干的要比他还漂亮。行，我也跟着去吧。你就别去了，我们俩就够了。你把家看好了啊，这都有人守着。没事，我们速战速回，没准咱晚上一起吃晚饭呢。行，小心点啊。报告团长，三连离开阵地，向鬼子右翼方向移动。弹药补给和药品分配的情况，我就说这么多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三连呢？石长庆哪儿去了？报告参谋长，团长有令，全团紧急出发，配合三连袭击鬼子右翼阵地的任务不得有误。石长庆又擅自行动，谁让他出击了？执行命令，立即出发。紧急任务。口令，突击排，带所有轻机枪集合，马上跟我走。两帽，到。出列，死。你留下。我为啥子留下？穿这个去是找死。我一直都穿草鞋嘞。全体都要。向右转。起步，走。哎，连长，我也要去啊。你也想去？哼，还是做你的豆腐吧。我操！你以为你不让我去，我就打不了仗了？我找团长去。
可能吧？太卑鄙了！你看，这个团长所料，鬼子半天休战，真的有诈。我的神呀！用红十字做掩护，发动进攻，前尸汉奸闻所未闻，这狗日的小日本，连最起码的规则都不遵守，真是卑鄙下流，禽兽不如！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说，郭副团长已经把出口封了。行动！杜亮，发现意外情况，三连长石长青，你看，三连长，他有麻烦了，有麻烦了。同心，兄弟们，上！上！啊！先放下！开枪！别动！我他妈真看不起你，拿红十字的当掩护，你他妈算个爷们儿吗？啊！开枪啊！朝这儿开！开枪！来的挺是时候啊！再晚来一会儿，我就升天了。你又擅自行动！哎，我打鬼子有错啊？好，你没有错，先把鬼子消灭再上。你要相信，你小心点吧，别死我前头。走了，走，兄弟们上！
给他点药。没事吧，团长？怎么回事啊，冯志彪？我看他摸枪呢。赶快撤回大厦。 弟兄们，又打了个胜仗哈！堂子我不管喽，堂子我不管喽，堂子我不管喽。林子，今天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哈！我犒劳了你没餐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小子又在搞什么鬼名堂？搞啥子名堂？你自己看喽。豆腐，真的是豆腐？哎，林子。 你可以不叫这叫豆腐，你随便给他起个啥子名字都可以。我尝尝。嗯，味什么呀？真是豆腐。小子川，你怎么弄出来的？来，林子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做到了给你兑现诺言了哈。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弄出来的？哎呦，这太简单了。 那个厨房室里不是有一具那个小电磨了？那是我为团长磨咖啡的。这个我都明白。省略，你就告诉我你是怎么把豆浆磨成豆腐的。那更简单了，我跟你说哈，拿的是电器，然后对着那个钢轨一插进去，就咕噜咕噜一哈儿就好了。再咕噜咕噜一哈儿，就进弟兄们的肚皮里了。哦，这样，挺好玩的哈。 挺好玩的，哎哎哎，好玩儿没得用哦，好吃才有用，你觉得呢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石长兴这小子又擅自行动，我看得给他处分。小五，到，给我倒杯水。是。本来我是要给他处分的，可是这种灵活机动的打法。 是咱们团的特点啊！你处分了他，那就打击了他的积极性吗？我看啊，这都是上峰战术死板的原因。从开战到现在，啊，你说上面除了命令下面死守，死守还干啥呀？要是丢失阵地，就要枪毙，这使得各级指挥官天天龟缩在阵地里，丧失了多少主动出击的好机会啊！参谋长。 这些不去说他了，药品现在解决的怎么样？今天这一仗下来，伤员又增加了，更难办。这他妈英国人确实死板，哎，倒是严守中立，那桥不但不让咱们过，连日本人也不让过。那不行，就强行过桥。不不不，这不行。班长，你这样一来，咱们和英军可就正面发生冲突啊，这正中了小鬼子下怀啊！ 这样吧，团长，桥过不去，咱们可以过河嘛。
这是个好主意。要不，我现在过去看看。好。哎，小孙孙，这豆腐是豆腐，可是马婆婆在家呀？你着啥子急哟？再过几天，那个麻婆就会回来的。吹牛吹牛，我吹啥子牛呢？你等着瞧喽。哎，连长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该结账了哈。哎，结账，结账，什么账？什么账？好，你赢了。晚霞贴在手。